当下的闻法修善，不仅有助于净化过去的业力，更是现在精英的熏习。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佛子此菩萨摩诃萨毁为帝王临御大国，威德广拜名震天下，凡树愿主眉不归顺，发号司令须于正法，只是一概普印万方，主行律上所向无奈，以离垢增而为其顶，于法自在。见者显佛，不行不法，威德从化，以四摄法摄入众生为转轮王，一切周集菩萨摩诃萨难主入世的功德，有大见手不可主坏，离诸过失见者无厌，为福德庄严相好圆满，形体自分均调具足，还陀罗院坚固之身，大力成就无能取佛，得清净业离诸业障。这一段的比喻说，在菩萨呀行这个布施波罗蜜的时候，随以万类，不论哪些种族都能普遍施予。为什么以帝王来做表法呢？因为帝王有权力，有权力，他掌握着一个国家，这个帝王啊，还不是一般的小王，是大的国王，王室天下。他才有这个力量。有什么力量呢？他的威德，他的名望，所有的冤贼都能归顺他，没有冤敌，没有冤对。咱们现在的世界上没有这么大的国王，现在将近200多个国家，哪个国家国王有这样子？现在是民主了，都是总统，不叫国王，4年最多8年，那时候国王是到死为止啊，这个不能够形容。而且那时候的国王威德广拜，没有不臣服他的，那显他的威德大，能降服他的冤敌，他所下个命令，发号司令，大家都得臣服。但是呢，他一直正法。正法是指什么说的？指佛法说的。因此呢，依照佛的正法，这都是形容词啊。说拿一个概，只是一概。普云万方，大家知道盖吧，方翻宝盖，那国王行走的时候上头打那么一个宝盖，就是一个盖，这一个盖啊，
普佑万方者，就是果度很多，都在他这个盖的运养之下。嗯，这个上铭文没说，那时候国王分四则，金人铜铁。金人王呢，王四天下；人人王呢，王三天下。咱不说四大部洲嘛，就是这个含义。嗯，铜人王呢，两天下；铁人王呢，一天下。一天下就是一个国度，一个国度。他生下来就现前生了有这么个轮子，就是咱们现在说飞机吧，专用飞机，专给他单设的，不是人工修的，佛陀所干的。他乘这个轮游行到什么地方没有障碍。因为拿这个来形容，又把佛所教佛的法也作为形容词。真的就皇上的头顶上那一个罩，说他这个真啊是离垢的清净的，来把他头顶包住。现在大家看阿拉伯那个国家呀，那个不但国王，人民都拿块布包脑壳，就是那个家叫真。伊斯兰教都拿白布，拿白布，或者拿青布，不一定。那在佛法形容呢，于法自在，法就是一些事物了。一般的臣民见着这个细的盖，见着国王的身，显接臣服啊，和服服在地的。这些国王都有德的，不行不罚，就是对他国家，咱们现在有的国家废除死刑，那个时候啊，连一般的刑都不负，叫不行不罚。我威以德化，用德呀来感化他们，感化他们。那时候国王有德，形容那国王有德，以色施法摄施众生，给众生啊说好言语，耐语舌，或者给他做同事，这叫同事舌，或者是以布施舌，布施舍给他的物资，满足他的需求，或者跟他实现同事，给他做一样事情，拿这个来摄受众生。为转轮王那个轮呢，是我刚才说那个，那叫金轮圣王转轮王。那时候国王呢是这样子，一切周集就是对贫困的、有困难的，国王嘛就施舍给他，施舍给他。这都是继位的菩萨。菩萨摩诃萨呀，菩萨之中的大菩萨，难住于自在的功德。这个功德，假使说你读《华严经》了，你回向发愿，我将来实现轮王身，这都是那发愿大菩萨利益众生时候，一者有权，二者有钱。现在也有事啊，现在我们那些个大资本家寡有钱没权。现在那个各国国家总统他想布施，他有权没钱，拿国家钱布施啊不得行，那得议会开会决定，都是双方面都不能知足。但是这个经上说，这菩萨他作为大国王时候，他能自主，又有权又有钱，国家就是他的。跟这个情况啊不同的，说这个比喻啊
是以古来的时候行法，不是现在行法。菩萨安住的自己的功德，有大眷属的意思，就是现代的那个一个总统，各个部，各个部长，嗯，就是他所属下的吧，那就是他的眷属。那个那时候的国王，他的眷属都是菩萨跟菩萨实现的，不是像现在的情况，不犯过错，贪嗔痴慢呀，这些过错呀，都没有，一般的不能破坏，也破坏不了，不可主坏的，所以见到这些国王的无厌足，无厌足，那是内德啊，因为他内里有功德，他有福德庄严的相，说相好圆满，他形体的之范，就是他的相貌庄严了，都是大多数都是三十二相，转轮圣王啊，与佛无异。转轮的相貌，他现的都是相好庄严，金条玉镯。这金条玉镯，大家经常看啊，有人的字典字范，有时候那个脑壳四肢，有脑壳很大，身体很小，那就不调和了，对。四肢很匀称的，在他身体上找不着缺点，就肢体当中啊，四肢、五脏六腑、内在的、外在的，下文讲肠子、肚子、心肝脾胃肾都可布施给人。我尝试那样想。等他讲到那一段再说啊。现在可以移植，把你的肾脏移植在病人身上，把你肝脏移植在病人身上。古来时候没这个技术啊，怎么移植的呢？怎么布施给他的呢？这是神力，神力，不是医学技术力。在他本身上。都是条幅长得匀称了，就是啊，但是这个身体是不坏的，诺罗亚你坚固，大力前进无能屈服得清净业，这都是形容词啊，形容什么呢？形容菩萨第六位继位的菩萨，他四现是国王的身，四现这些轮王的身，就是为帝王统御啊，很多的大国，这是形容这个轮王的人，这是说到领导一切化土的自在，对，他的报审正报，感到殊胜微妙，啊，相好庄严，一切冤敌都能归算，他的发号指令啊，大家都听从。都能听从，也不要开坏。现在嘛，一个总统发号施令，先得议会通过呀，得各部通过呀。古来不是的，一个人说了算，他说怎么着就怎么着的。但是他得具足德，记住什么样德呢？修十善。身三，不杀不盗不淫，口四，不妄言不讷口不绮语不两舌，业不起贪嗔痴。那这菩萨继位的嘛，同时呢，前头说他那个盖，照他顶上那个盖，那个盖啊是慈悲，以慈悲为盖。
这都是形容词了，形容这国王啊。但是这一度啊，是讲的般若波罗蜜度，是智慧。但是所说的呢，不是智慧，是布施。什么道理？没有布施的，成不了德。布施是一种德呀，是慈悲成就的。慈悲是从什么产生的？慈悲从智慧产生的。本来是智慧回向，智慧回向以什么回向呢？以布施回向，因此才离一切过患。虽然把这个国王形容的福德无量，但是他很诚实的，很谦虚的，他内心里头看这些众生都当父母想，都诸佛想。这个国王他是继位的了，大菩萨修成继位的了，因此他是以德服人。完了，以国王之身行布施度，他的身体每一个部分都可以布施给众生，布施给国家的人民。这后文就开始讲了。但是他呀，记住这样得，他是修行一切布施。恐怕现在的国王，现在也没国王了，现在总统不大啥肯布施，你求也求不到。都布施什么东西呢？或者是布施吃饮食，饮食都是很美好的，或者布施给车程，或者布施衣服，或者施舍黄曼、杂香、涂香、坐床、房舍，一切所住处，上面的灯毒，病了吗？汤药、宝器、宝车，那宝器、宝车可不是现在宝马啊。现在的汽车有宝马牌号的，那宝马、宝车啊，现在不是马，那个跟现在形容车，不是给一些众生高级轿车。现在没有这样的总统，是吧？跟现实不能比。那时候讲相，调梁相马，把那相和马调服很好的，马身上、相身上庄严的，难颤呢，都用宝庄严。欢喜布施，把这些个上头所说的这东西布施给一些众生，回者有人来向国王求，求什么？哎，国王啊，你这座子很好，你这宝座给我吧，他就把它给他了。回者要他那个盖，要他那床幡，要他那庄严具，他都舍给你。还有特殊的要他的宝冠，这本来是不舍的。每个皇帝带着那个宝冠，冠上有个明珠，那是权力所在，一般的不舍的。但是这个继位大菩萨他照样都舍。那个冠里头有个吉，吉里镶个明珠，镶个明珠。这些是物质了，有的人来给他要王位，说国王啊，你这个王位很好，你布施给我吧，他就把他王位给着他了。咱们现在听来好像笑话一样的。这继位的菩萨在华宁讲，就是入室，就入室能舍，
但是哪些人来给他要皇冠的呀？恐怕不是，不是一般人民啊，也是那个化现的菩萨，成就他的道业，让他一切能舍，一切能舍。咱们看见乐布施者，好像很容易，没有智慧的不能舍，因此这一度，这个回向，叫般若波罗蜜，就是智慧回向。这些舍的意思啊，以这个布施供养，完了是回向给众生，不是说得的福德物质布施了，继位的菩萨他要把这个回向给众生，不止财宝，只要外事，外事乃至的妻子王位都能舍。而且看别人受苦，他愿以身代，以身代，他愿去受，这代众生受苦吗？这个含义。或者看监狱里头的囚犯临刑了，要被杀了，这个国王他愿意他身相救，代笔命，乃至求他的头发，求他的经济，他都舍，舍得很欢喜，没有吝啬，这叫外施。眼耳鼻舌牙齿头顶手足血肉骨髓心肾肝肺大肠小肠厚皮薄皮，咱们身上我还分不出来哪个皮厚啊，哪个皮薄呀、啊？厚皮薄皮，手足柱子，手指珠子，连肉的爪甲、手指盖啊、脚趾盖，头身下三大的火坑，毁为护持如来正法，以身忍受一切苦毒，为求法，乃至一字，悉能骗舍四海之内一切所有，恒以正法化导群生。另修善行，舍利诸讷，要见众生损败他行，慈心救之，另舍罪业，要见如来成正动觉，成扬赞叹，普使文字，毁尸于地，造立生方。毁尸于地就不是土地啊，不是土地建立生舍，把自己所有的布施完了，连自己同仆完了，把自身也去给人当奴隶，以自身思来取舍。大家想想啊，他是个大国王，就有人说你不要当国王了，给我当奴才，那能让他舍这样的是什么人？那都是大菩萨化现的，成就他的道业，这都是形容词啊，形容词，形容词就形容这个国王，他是菩萨化身的，他因为要利益一切众生，供养一切众生，随他求什么都满他们的愿，这才是知生之物。支柱生活的一些物资，他全都能舍。大家思维一下，思维一下，这段经文是什么意思啊？咱从禅定，第五大愿禅定啊，
禅定回向，那么这一度的回向呢是智慧，定能发慧，发露智慧的有智慧的人，上头所舍这些东西，说不是这些东西，这是物质的，大概嘛有这么十几种吧。他说相马、床幡、宝冠、明珠，这是外相了，还有身体呢，耳、鼻、牙齿、手足，乃至手足子，乃至他所有一切的众人，包括他妻子，都能舍，怎能做到这样子？把这个舍的功德，能舍的功德，用它来回向，回向给谁呢？回向给众生。这就后头总结了，是吧？以布施成他回向的法门。佛子，菩萨摩诃萨随所施物无量无边，这不要料举了，这举的都是大概，求的东西还多了，舍的也还多了，大字随他所施物啊，总说起来无量无边，就多的意思啊。把这个善根，布施的善根回向，回向到什么呢？回向去众生，回向与诸佛的菩提，这成就了他布施的回向。但是布施得有智慧，没有智慧他是不能做入世布施的。以下还有啊，所谓的以上妙饮食施给众生，施舍的时候悉心清净，与所施物，你所布施的东西啊，无贪无着，没有顾吝。咱们有时候布施完了，把这个自己心爱的东西布施给别人了，他还回顾，回顾什么？常时想，哎呀，那个时候该布舍了，这就功德就没有了，不清净了。舍的时候，如果有个得功德的心，也是不清净了。如果有一个我能舍的我，还有一个受舍的东西人，中间还有个所舍的物，三轮不空，那这个功德也不大了。这个舍呀，就是三轮体空，能舍的受持者所施的物，都不起执着，还有众生恐怖，众生恐怖，那你要布施给他无畏，让他不恐怖，使众生难，总之在你舍的时候啊，心要清净，所思的时候没有起着念、贪着之念，没有吝惜之念，这种行施啊，是让一切众生得智慧，不是物质，叫智慧布施。那你的心呢，一点障碍都没有。本来不是饮食，但是注意闻饮食的性体，
了知饮食的性体，性体是没有贪恋的，嗯，生起了法喜，嗯，就是这种布施的是出离的，让众生得到我所施的饮食，要出离三界，出离生死，得成佛道，这叫智慧充满。以法坚固了，这摄取善根，这是法身自身清净。咱们现在这个身不清净的，污浊的，那饮食呢是植入你现在身的，它变化了，怎么变的呢？嗯，把慧身变为智慧身，嗯，饮食变为法食，以法为食，嗯，这样的变成清净，人变清净，嗯，这时候对于众生，给众生做福田，说他现在所说的饮食啊。是分段时，但是以你的回向力变成清净的无分际的，变成法师，以法为师，这个这一段叫菩萨摩诃萨布施时的善根回向。善根呢，就是把菩萨自己所修得的，就是布施饮食修得的这个善根，把它供养也给一切众生，这叫善根回向。众生种了种种福田，从久远以来或者说近的，嗯，有的是贤者，贤者有智慧的，有这愚蠢，有这是丑恶，不论男的女的，人非人，所有心里想的不同，心里想的不同，所求的也不同，嗯，平等施给都令他满足，嗯，那么菩萨摩诃萨在布施的时候发起一种摄受众生的心，怎么摄受呢？以善法摄受，叫善摄心，那就是换句话说，布施给众生智慧心，因为这是智，是智慧道，以这个来回向，摄一切众生的色，坚固他一切善根，嗯，这是五蕴啊，五蕴说摄受的色受想行识。观自在菩萨教授我们的，要用智慧照见你这个色受想行识，这是五蕴。以智慧一照，知道五蕴没有，说照见五蕴皆空。那是以身般若字照见五蕴皆空，摄受五蕴皆空，这呢是众生的善根坚固，嗯嗯，这是以国王为主的，是现于国王，所以善摄王位，是善摄王位呢，要以慈悲，没有刑罚。前头讲没有刑法，善舍王位，以十善化导一些众生，这叫善舍王位，嗯，那么使他的国度之内的所有的臣民善根都能解到坚固，他所有的眷属都能坚固他的善根，在这个知生的
要生活，得有支柱，你生活的工具、衣服啊、饮食啊、房舍呀、啊，一切。嗯，接着善生的支具，支柱你的善根，完了使你的善根呢，才能坚固不退堕，让它善根还有成长啊，还得生长枝叶呀、啊、发芽呀、啊、开智慧花呀、啊、结菩提果呀、啊，这都叫善根之寿的。嗯，所以布施，布施说你能舍的心，你要把它呵护好。能舍的心经常起变化，怎么变化呢？舍完了后悔了，舍了自己没有了，到自己用的时候啊，又不方便了，不方便就后悔了，哎，该不舍了，这就是有悔心所在内，要坚固的，坚固这悔心所就没有了。嗯，这样呢才能你的善根呢才能坚固。嗯，这样子嘛才能坚固一些善根。经上讲，思想当中包括的有说些的名词，象马、床幡、宝冠、明珠、耳、鼻、舌、身、手足、髓、肉、后薄皮、九手指甲、脚指甲、舌手指、舌猪指，乃至是与同婆，再包括园林妻子，嗯，这些都能舍，都能舍。嗯，因此就回到菩萨摩诃萨所守施物无量无边，这叫什么呢？是施舍的善根回向。三个回向，这个思想的善根从什么地方升起？从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的智慧认识到所有这些生灭法，上头所施舍的都是生灭法，以这个施舍的生灭法所得的善根是不生灭法，生灭法是一众生所具足的，不生灭法是菩萨诸佛所证得的。嗯，完了，以下我刚才讲的那段，就回到刚才讲了，所有施给众生的饮食，施给饮食的时候，施者能施者。清净心施的，所施的都以清净心。怎表达清净心呢？无贪无着，没有吝啬，欢欢喜喜布施，愿一切众生吃到我所布施的饮食，能够得大智慧，心无障碍。为什么这个有时这么个效果呢？因为食的体现，你不吃那个食啊，它的体它没有贪着呀，它也没有意念，把这个解成为欢喜药浴一些法。什么法呢？处理法，能舍的心，所舍的物都是智慧充满，依法兼重舍取善根，那所得到的身是法身，是智慧身。现在咱们是肉身，贪嗔痴慢疑所解成的，三毒邪者成的，变成智慧身，变成法身智慧身，清净游行乃悯众生，给一切众生做福田。现在所说的团食，是为菩萨摩诃萨的
时时是善根的回向。团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时候只是释迦牟尼佛在世时候，印度吃饭呢，拿手吃的，把饭抓成坨。大家学戒律就知道，不得手把散饭时应当学。咱们是吃的散饭，咱没拿手去把它抓成一个坨。西藏人，现在印度人吃饭还这样子，他不是拿碗盛饭的，他没筷子的。现在进步一点了，有的啊，高级知识分子啊，国家的干部啊，他拿瓢吃啊，拿个盘子舀着瓢吃。一般的老百姓就拿手抓，把那饭抓成个坨坨。他们就吃咖喱饭呢，拿土豆啊跟咖喱炒在一起，拿手钻钻一团上的。对，现在还是这样子，生活习惯嘛。所以在这个时时的时候，心无所作，既不执着饮食，也不执着于这个色身香味触法的五根的身体，五蕴的身体，得这个处理法喜处理，这里时不是以团食为食，菩萨时时时候与这个善根回向为众生，其心清净，施者不施者，他心里头是愿众生得智慧，不是饮食是包摄三量，得了智慧是法身，以法为食。梦参老和尚，1915年7月13日，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1931年，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一生学通显密，教通八宗，畅讲华严，力弘地藏，虽蒙雷泄之灾33载，弘法心志未曾稍歇。于2017年11月27日，在大陆五台山安详示寂，享受103岁。感恩梦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少龙佛种，缅怀风范，祈愿老和尚早日乘愿再来，慈悯度众，利乐有情。认识中华护生协会，秉持佛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以及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理念，慈悲置业于2002年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尤其时代环境变迁，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以及物种生存条件等各方配套措施，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护生协会这几年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来拯救生命，以安养物命的方式来推广，来救护生命。目前护生园区与宜兰共有4处园区，新北有1处园区，与云嘉南地区有10处，高平地区6处，金门设有1处。护生协会在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的理念下所推广的会务有：一、不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爱护生命；二、认养清寒学童的活动，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以及提供海外僧节医护经费，带国外僧众寻找护持功德主等行动；三、国内外急难救助以及婴生未生胎儿的免费超度登记；四、协助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2021年结下的防疫共僧包发放等。只要是护持众生、利益众生的善行，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艰辛的归途，在临近冬天的时候，牧民们总会驱赶着羊群到山坡那里进行最后一次放牧。当这里的草都枯萎后，那严冬便真的就到来了。这里的草也开始渐渐枯萎发黄了，再过几天，等这里的草不能吃了，我们也该回去准备过冬了。黑客，你是不是想家了呢？想我的弟弟阿吉了？今天早晨阿吉打来电话说他也很想你哦。好了好了，我知道你想家了，再过几天我们就回去。这时候远处的牧羊犬发出了一阵叫声，阿鹏急忙循声看去，只见羊群显得很纷乱，牧羊犬正在驱赶他们。哎呀，看来那只调皮的长角羊又准备带着他的伙伴乱跑。黑客，过去帮他们管管那些羊吧。黑客听后叫了一声，然后飞快地朝着羊群那里跑去，然后狂叫着让羊群重新恢复平静。黑客果然还是最棒的，有他帮忙，我可省下不少心啊。说着，阿鹏在小木屋门口的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然后惬意地看着三只牧羊犬奉着羊群。远处的黑客突然扭头朝阿鹏那里看去，他面露惊恐地看着阿鹏身后的山坡，大声狂叫着并飞快地朝小木屋这里跑来。发生什么事情了？黑客这是怎么了？哎呀，不好，落石！说着他急忙逃跑，可是却一下子被绊倒，他重重地摔倒在了地上。此时山石一下子铺天盖地地压了下来，倾泻而下的山石将阿鹏和小木屋一起掩埋了起来。黑客不顾一切地跑来，围着那堆山石发出一阵阵哀叫，他知道自己的主人阿鹏已经永远地被埋葬在这里了。怎么办？主人已经被埋在这里了，没有了主人，我们该怎么办啊？是啊，我们还要继续留在这里看管这些羊吗？主人原本打算过几天就带着我们和羊群回家的，现在他回不去了，我们应该替他将这些羊带回去。对对，你说的没错，阿吉还在家里等着我们呢。那我们现在就走吧，这里太危险了。嗯，主人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把羊群平安地带回家的。伙计们，我们出发了。天色很快便暗淡了下来，为了赶路，牧羊犬驱赶着羊群，趁着月色还有一些微光继续往前行。然而羊群却突然停了下来。怎么回事？他们怎么不走了？哎呀，好像领头的老山羊发现了什么。哦，我们快过去看看。哎呀，牧羊犬，难道这一群羊只有这几只狗在管理？哼，不管怎样，我们已经饿很久了，今天我们可要美美的吃一顿啊。你们这些家伙给我闪开。哎呀，这个家伙还挺凶啊。那又怎样，再强大的牧羊犬我也不怕，牧羊犬永远只能充当人类的助手，没有人类和猎枪，再厉害的牧羊犬也不是我们的对手。没错，只有人类才能识破我们的计谋，没有人类我们可不会怕这些狗的。没错，我们按计划进行。说着他们三个交换了一个眼色，然后两只恶狼朝一旁跑去，
而留下来的一只则朝黑客扑了过去。你这只可恶的狼，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呸！哎呀，快跑！你还想跑？今天你跑不了了。不用担心，我们也来帮你。就在三只狗追赶恶狼的时候，突然从羊群里传来一阵惨叫。这时候整个羊群一片骚乱，黑客大惊，他快速停住了追赶的脚步，急忙扭头查看，只见两只恶狼各叼着一只羊羔从羊群里跑了出来。不好，我们中了狼的诡计，我们快回去。天啊，可恶的狼竟然咬走了我们的羊，让羊群染成血腥是我们牧羊犬最大的耻辱，大家接下来一定要小心，可不能再让狼袭击我们的羊群了。是啊，那些狼实在太狡猾了，我们可要小心点啊。没错，我们得快点赶路，到了村子里就安全了。然而没有牧羊人的驱赶，这些羊格外的贪吃，在路上只要遇到青草都会让他们流连难舍，吃个不停。快点走，你们这些家伙不要贪吃了，要是狼再回来可就糟糕了。哎呀，不好，狼群，狼群来了。这下该怎么办啊，我们三个可不是狼群的对手。那里有一个山谷，我们赶快将羊群赶到山谷那里，只要我们能守住谷口，他们就不能伤害到这些羊了。对，现在也只能这样了，只要能熬到天亮就行了。嗯，我们赶紧把他们赶到那里去吧。就在牧羊犬把羊群快赶进山谷里时，有六只狼追赶了上来。原来那三只恶狼竟然把同伴给带来了，他们准备在严冬到来之前储备食物。不好，狼群来了，赶快进山谷。哈哈，果然有好多羊啊，我们不但能饱餐一顿，还能留下一些等到寒冬到来时吃。怎么样，我没说错吧，这群羊只有这三只牧羊犬看管，没有人类，更没有猎枪。好了，我已经等不及要大吃一顿了。他飞快地朝着羊群扑了过去，其他的狼也飞快地朝羊群扑去，羊群顿时乱成一团，几只羊惊恐地从羊群里跑了出来，其中一只一下子被恶狼咬住喉咙。不好，我们的羊又被咬死了。别管那只羊了，先保住其他的羊，赶快让他们进山谷。你们不要乱，别掉队，赶快进山谷。他指挥着羊群朝山谷里走去，而黑客则和另一只牧羊犬对抗着扑过来的恶狼。然而狼群的数量远远多于牧羊犬，他们根本没有办法阻止恶狼对羊群的侵略。当整个羊群进入山谷后，已经有几只羊被狼群咬死。你们已经咬死了那么多只羊，你们还想干什么？羊对我们来说越多越好，要知道能遇到一群没有牧羊人的羊群可是机会难得呀。寒冬马上就要来了，我们也需要储备足够的食物过冬啊。现在这个季节，死羊也不会腐烂变质，这些羊足够我们无忧无虑地度过这个寒冬。对，这些羊是我们的了，你们想活命的话就散开，否则我们连你们一起吃掉。休想，有我们在，你们就别想再伤害一只羊。少跟他们废话，我们直接攻过去就好了。可恶的家伙，你们休想得逞。你们俩守住谷口，不能轻举妄动。黑客扑过去和恶狼厮打在了一起，他勇猛机灵，一口便咬住了恶狼的后背，然后一口撕下了一大块皮肉。恶狼当下惨叫一声，黑客趁机又扑过去一口咬伤他的脚，让他又大叫一声倒地不起。这个家伙还挺厉害呀，这下该怎么办呢？没关系，我们按计划进行。三只狼一起朝着黑客扑去，黑客哪里是三只恶狼的对手，很快他便被恶狼咬得遍体鳞伤。
不好，黑客有危险，我们得过去帮忙。对，他根本不是那些狼的对手。不要过来，小心他们的诡计。黑客，你伤得不轻啊，怎么样了？要不要紧啊？没事的，我们就守在这里，只要我们一直坚守着，他们就没有办法。狼群发起的一次又一次的强攻都被击退，于是狡猾的狼群停止了进攻，他们开始和牧羊犬对峙起来。他们在等待时机，那五只狼显得很放松的样子，他们在谷口处悠闲地趴着，像是在休息一样。他们这是在干什么啊？怎么突然不进攻了？这帮家伙不知道又要搞什么阴谋诡计，我们可要小心才行。那五只狼饿了就去吃那几只死羊，吃完后便又回来在谷口不远处趴着。他们究竟想要干什么啊？不好，他们这是在和我们耗，等我们饿了没有力气了，他们就会发起攻击的。啊，那我们该怎么办啊？我们总不能就这样和他们一直耗在这里吧，那样的话我们会吃亏的。是啊，时间拖得越久我们就越危险，你们俩一定要守住这个谷口，我要赶回去报信，没有人类的帮助，我们根本没办法斗得过这些狼。黑客，可是你身上的伤那么重，如果他们攻击你怎么办呢？如果他们追赶我的话，我就趁机将他们引开，那时候你们就赶快带着羊群走。嗯，现在我们也只能这样做了。黑客，你可一定要小心啊。放心吧，我不会有事的。不好，那只狗要跑了，它这是想去给人类报信，我们要快追上它。不行，万一它这是用诡计将我们引开怎么办？但如果它找来人类怎么办？你们俩赶快追上去，一定要阻止他。我们就守在这里，我倒要看看他们能坚持多久。我哥哥阿鹏应该快回来了吧？这时候突然传来了一阵抓挠门的声音，阿吉一愣，他推开门一眼看到了身上沾满血污一只前腿被咬伤的黑客。黑客，你这是怎么了？你怎么会伤成这个样子？啊，你这是要我跟你走吗？黑客点了点头，然后目光朝屋子里挂着的猎枪看去。阿吉顺着黑客的眼神也朝猎枪看去，他走过去抓起猎枪，跟着黑客朝山谷跑去。山谷方向传来了几声枪响，两只牧羊犬驱赶着羊群，阿吉紧紧地抱着黑客一起朝村子里返回。黑客，谢谢你把羊群平安带回来，也不枉费哥哥的辛苦和牺牲了。生命脉动，绽放希望。生命电视，让世界亮起来。接下来请收看《传习法师弘法行》。